首诗飞扬飘零的黄沙，蜿蜒于驰骋豪情的天下，写下这厚重的铠甲，写不下这悲怆的年华。铿锵的温柔，忠义的面愁，似情动我拥有。手中的美酒洒在热血滚烫的胸口，往事翻涌，人生如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占用大家几秒钟，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。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、不运动、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。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，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。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，在不节食、不运动的情况下，2个月瘦了29斤。这个是佳佳，现在已经瘦了24斤。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，1个月瘦了19斤。如果你也想减肥，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请加我微信 OC1120。再重复一遍哦，微信 OC1120。现在添加依依为好友，还有机会获得依依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。